那些钱你看看都是谁的兵，徐其亮，空军这个资料，但厉害在哪儿了？他连着所有的潜水艇部队，海军，天上当然空军，地下所有的导弹部队，空海一体化，看谁说的？从所谓的江泽民建立科技强军，胡锦涛的以科技强军裁减部队就能联系，这就是那时候开始的。咱们提供所有资料的战友，用他的话说，那些所有东西都不重要，重要在哪里呢？他说他一米八的水泥防空室和那个地点，还有那个光圈。他说这就像修马路一样，你马路上有什么车，放什么红绿灯，有什么人在上边，搭什么帐篷都不重要。他说你把路修了，你想把路拆了是不可能的，对着个路炸就行了。所有那些工程室、掩体和工程指挥中心、发射中心，就是往外指发信息、收发收中心、收信息中心、导弹指挥中心、导弹的这个信息收发中心，所有的东西，他说就是死人坑，一打一个准。